文文，你妈妈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今天又去逛街了，让她送你去一次学校都不愿意。我妈去逛街怎么了？谁还没有几个朋友？对，你以为像你呀？出去钓个鱼都花几大百。你是不是我亲生的？能不能不要一天天老跟我对着干？爸爸，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我妈可是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爸爸，有些话打断腿都要记住，谁最亲，妈妈最亲；谁最辛苦，妈妈最辛苦；谁最重要，妈妈最重要。谁能陪你到最后，妈妈陪你到最后。那我也还有很多朋友呀。你不要说你有多少朋友，朋友再多，你生病试试；亲戚再亲，你借钱试试。爸爸，无私才能自在，宽容方得从容，大度一点点，快乐不就来了吗？走吧，爸爸，送我去学校。好吧。